陈万里毕业快乐。那玉清老师呢，他说他当天不能够来参加你们毕业典礼，所以玉清老师也要跟各位毕业生说一段话。来，我们掌声欢迎玉清老师。来，那个团长、副团长，来。其实练乐团是非常辛苦，然后再加上我们要去比赛，其实今天你会发现每一个小朋友都是不完美，就连我也是不完美，可是就是因为大家一起团结一次去做一件事情，让我们变得完美。那这两位，一个是团长，所以齐雅是团长，又也是我们的副团长。那对我来说，他们两个就是我的最得力的助手，所以我今天会希望说，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大家说，跟全体的学生，不管是毕业生还好，还是所有的 A 团、B 团的小朋友，只要是我有教过，我都觉得我很荣幸可以教到大家。那希望这个现在这个小学的阶段，可以从打击乐团里面学习到很多，譬如说如何团结一致，那如何管理。好，因为你今天做团长、副团长，或是任何一个小老师，我安排的小老师就是要学习如何去管理，然后如何去帮助别人，互相一起成长。那这是我带团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目标。那这个是我和婉婷老师，我们要送给你们的，祝你们毕业愉快了。